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得到了一个非常神奇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玩具，它是一个我们万圣节时候的一个眼珠仿真的沙拉，然后它是适合于我们四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。它其实是一个食物，里面是类似于我们这种果冻布丁的一个小的甜点，但是它把它做成了我们的沙拉的样子，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在玩它或者吃它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貌所吓到。里面的话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的果这个眼睛在里面。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开箱的展示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加上赞，或者是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，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啦。我们先把它打开一下。哦，这边有好多个眼睛啊！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它这个眼睛上面是叫做 Trolley， 我们的 Trolley 上面还有它的眼睛，然后是一个蓝色或者是绿色的眼睛，然后就还有血丝，我们可以把这边打开来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切口。哦，我们的眼睛就已经打开咯，在下面呢是白白的，感觉呢像一个这个香草的布丁，哦，很美味，我们可以把它吃掉，可以把它吃掉。不知道小朋友敢不敢吃它，这边还有一个叉子，这个叉子你可以把它直接插在它的眼珠上，然后把它取出来。我们吃了一下，这味道感觉还不错。那么，这是它整个小套装里面所有的一个眼睛球。我们一起来试一下，然后这个还是比较推荐给我们小朋友的。在这里边的话呢还是挺有趣的，然后这边还有它的一个小小的说明，也是在它的被子当中。好了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者是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，看得愉快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留言，拜拜。